刚才啊，有这么个事儿啊，就是有个同学问我这么个问题啊，如果我又写了这么一行啊，又写了这么一行，然后呢，我给它改一下，改成这个，然后我想问各位，我在页面上啊，哟，我先不看了，咱先看这个，页面上是不是咱就这个第一个，这个是不是取占顶找第一个 name 啊？你就告诉我这行输出的是什么东西？哪个？好好看啊，到底哪个？李四，是不是李四啊？因为很简单，他是原来是不是只有一个时候他是占顶是零，是不是？当你又放了一个，是不是这个成零了？那他还能是零吗？是不是往下压了一个，他成一了？好了，他从哪儿开始搂？从站顶开始搂，到这儿是不是就搂着了？搂着了之后，是不是就给他替换了？所以你看嘛，一刷新就李四，然后你打开一看，是不是第一个李四，第二个泰斯该在这儿还在这儿，是不是两个 student 呀？能看明白吗？行不行？啊，能明白了不这个？啊，那也就是说这一放就怎么样呢 ？push 就肯定是压到站顶，是不是？好了，行吗？这个 set by 六方法就一个特点。使用井号和不使用井号，行吗？啊，好了，这里边好像还有个方法了。哎，怎么那么烦呀？这么多方法，找一下啊，叫 set 方法，啊，就没别的了，就 set 啊。在哪儿呢？啊，在这儿呢，是不是？是不是？来考一下吧。啊。这个叫啊 set 方法啊，就这个。这个方法我们说 string 是 key 是不是 ？string key 是不是？啊，这是 map 的 key，object 呢 ？O 是什么呢？是 map 的 value。好了，各位肯定想存 context map 里了，是不是？是不是啊？啊，你们得有真实的想法啊！但是听我说，啊，这是什么呢？把这个 key 就这样，先是创建啊。如果这样想，占顶是一个 map 元素。我问各位，我 list 里边套 map 行不行？可以啊，那有什么不可以的呀？是不是？啊 ，map list handler 不就这玩意儿吗？是不是？啊 ，map 那个 list 里边套 map， 对不对？好了，如果占顶是一个 map 元素，怎么样呢？直接把啊 key 作为什么呢？啊，作为 map 的 key， 然后呢，把什么呢 ？object 的啊，作为 map 的。map 的 value 啊，存入，注意存哪儿啊？存入的是什么地方？是站顶，是不是？是不是？啊，那好了，还有可能是不是不是啊？啊，如果站顶不是一个 map 元素，那怎么办？那就不存了啊！如果占顶不是一个 map 元素，那就是创建一个 map 对象啊 ，map 对象怎么样呢？把 key 作为 map 的 key， 把什么呢 ？object 作为什么 map 的 value 怎么样呢？压入占顶。能明白什么意思吗？能明白吗？也就是说，无论如何，你只要一调用这个方法，占顶变成什么玩意儿了？能明白吗？来吧 ，vs 点 set 啊，我来一个 s 一吧，可以吧？来一个 new 什么呢 ？new student 行吧？咱再来一个王五
啊，然后来一个十八，可以吧？好了，执行完了，请告诉我谁在站顶？站顶元素是一个什么东西？麦克，是不是？好了。那我再问个问题，你这个 set value 能影响这个压榨吗？来，影响了吗？第一个啊，各位，你可别看第二个，是不是？咱们看第一个是看这从站顶取的这个呀，你这个从站顶取的这个，你是不是先替换又压了一次站啊？所以这个影响不影响后压站的这个？不影响，因为他在他执行的时候，站顶元素就是谁啊？那不就是他了，对不对？然后当你执行完了之后，是不是又进行了一次压站？然后他变成零了，是不是给他压成一了？但是这个时候他已经变成什么了？李四，能明白吗？啊，这能明白吗？讲晕了。我现在这么不写，请告诉我谁在站顶？他在站顶，是不是？他干嘛？那你方法跳着走是吗？这两步不走，先走这步。怎么走？你方法不是按顺序走吗？你按顺序走，走到这步干嘛？替换，给谁替换了？给他替换了，是不是？给他替换了之后，是不是接着往后走啊？往后走是不是压站啊？那压站之后跟他有关系吗？你换是不是已经换完了？啊，谁还晕？还有晕的吗？还晕吗？转过来了没？啊，是不是？啊，正常情况下，是不是他先到站顶，这个是零，对不对？然后怎么样呢？李四干嘛？替换，替换谁？站顶元素，这个时候站顶是不是还是他呢？那还是他的时候，是不是就给他替换了？好了，你方法是不是得按步走？走完这步走这步，走完这步走这步，是不是？那走完这步的时候，走到这步，完了，他压站了，是不是？他进站了之后，站顶元素是不是就变成顶元素，就变成他了？那这个人家其实到这步的时候，里边的站原来的这个 student 这个值已经没了，是吧？已经就变成谁了？李四了，能明白了吗？啊，那不就这么回事吗？对不对？是不是？啊，就这么回事，可以吧？那你这方法是不是得有执行顺序啊？啊，还能跳着执行？来，你看吧，站顶元素是不是一个办法？是不是？啊，可以吗？什么？啊，对，你这不是一麦克吗？是。你 map 有 property name 和 property value 啊，你又把这给我当成 key 和 value 了，是不是？这不只告诉你这个没有 key value 的概念，对不对啊？我跟各位说，你看见它就把 key 和 value 忘了，就没有这个概念，到哪儿才有呢？到这儿才有呢，是不是？是不是？你这不一 map 是不是一对象啊？你对象里边有属性啊，有 property name， 对不对？能明白了吗？行不行？啊？好了，可以了吧？啊，我再找，哎，你们还能接受吗？我看你们这已经快到极限了啊！什么？两个李四很简单啊，你看一下啊，你的这个是取站顶，是不是？是不是？你这个是取哪个呀？哪个？第二，是不是取第二个元素啊？来吧，来，你看界面呀、啊。取站顶元素的时候，你这站顶元素是不是被替换了？是不是？对不对？嗯。好了，那你在压站的时候，你有一个name属性叫这玩意儿吗？没有啊，你这个是不是 key value 的形式啊？是不是啊？啊，
那你要想取出王五来怎么取啊？来怎么取？咱们现在就整这个啊，把这整明白了。取什么？取这个站顶什么脉搏中的元素，行不行？脉搏中的什么元素，是不是？好了，首先怎么取？是不是 S P R O P R T Y 啊？然后 Y 六啊，是不是？好了，有没有井号？我就告诉你，取 Y 六 stake 的时候用不用井号？咱们一上来在前面大前提是不是就说了不使用井号？好了，那取什么呀？是不是你得取你的这个对象啊？是不是？你的对象叫什么呀？属性？哪有啊？你哪有 SE 啊？哪有啊？哪有啊？你取 SE？是不是这个 student 呢？然后呢？点什么？有没有井号？这？这可是 map 呀。有没有井号？没有。这是个 map， 有没有井号？没有。确定不确定？确定。为什么？因为在 value state 中，对吗？对不对？你在 value state 中是不是永远就跟这个井号没有任何关系啊？你凡是一到用井号就成什么了？那不就取 action context 边的吗？那不是根据 key 取 value 吗？那你得到哪看去啊？对，是不是这前面这灰的都不看跟你没关系啊？你到这儿看的时候才是井号 key 取 value， 对不对？你看前面这个呢？看前面这什么？是不是先取对象啊？是不是？是不是？啊，取对象，但是它只能取什么呢？取属性，对不对？是不是？啊，因为你这个里边是一个什么东西？不是一个 list 吗？ list 一个一个是不是都是元素啊？能明白不？行不行？啊，好了，这里边呢还有个问题啊，还有个问题啊。当我们说啊，当 s 冒号 property p r p r t y 啊，什么都不写，什么都不写，是不是就这玩意儿 s 冒号 p r p r t y 啊？这个时候你知道它取什么吗？默认取什么呢？站顶元素。注意，我写没写站顶元素属性？没有，我取的是什么？站顶元素，是不是？好了，告诉我，我一刷新上面这儿打印的是什么东西？是一个什么东西？告诉我，是不是一个地址？什么的地址？ java.util.hashmap 的地址，是不是？哎呦嘿，他给你转译了，这时候给你转译了，是不是？那这肯定这就调 toString 那方法了，是不是？这时候就是我们 s1 等于这个，这是不是就取的站顶元素啊？你数吧， s property 有几个？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是不是四个呀？好了，那你是不是一个、两个、三个到这个，是不是正好是那个地址啊？应该啊，行不行？可不可以啊？啊，那这 s property 取的是站顶元素。再整一个啊，咱必须得把这转明白了，行不行？啊，你不明白你就说。这我就一刷新啊，前面不管，这行输出什么？这行输出什么？你先给我解释一下这第六十七行说的是什么事儿？压站，谁跑站顶去了？
看似他跑占领去了。哎，刚才有一个同学啊，我听见一个微弱的声音说了一个什么呢，把什么什么给替换了。我请问压降会不会跟他有关系？是不是就把他压进去？刚才咱这是不是还写过一个 VS 什么 push 什么 test 一呢？那是不是两个都并存啊？啊，不会给他替换的啊。来，你就告诉我这行打印什么吧，就这行。是不是取占顶元素？占顶元素是谁了？是不是就成 student 他对象了？我刚强特意强调取的是什么东西？占顶元素有没有属性概念？没有，所以这一行是不是打印这个呀？好了，我们接着往后看啊。这行输出什么？test 是不是？这行输出什么？ list 行不行？看明白了没有？导不明白了没有？啊，取占领元素，谁压占了？他压占。原来啊，咱们捋一下，这行一执行，它变成零，是不是？好了，这行一执行，这个不管了，这行一执行。内容变成了零四，是不是？好了，继续往后走，这行一执行，它变成零，是不是？好了，那原来这零还能不能是零？不能，它变成一，对不对？内容有没有改变？没有，是不是？好了，继续往下执行，它一进去，谁变成零？它变成零，谁变成一？它变成一，它变成几？啊，能看明白了吗？行吗？这不就是站的操作吗？越说这个咚咚咚咚咚咚，是不是得往下压呀？是不是？是啊。Student 卖法 ，Student 是不是跟我们这个零卖法二一样啊？占顶是一个 Student 是不是？然后呢 ，Set 是不是一卖法？然后再来一个。student 看到的结果是不是这样啊？能看明白吗？各位行吗？这块容易出现这种混乱的局面啊，这个是我意料之中啊。有什么问题就说，可以吗？啊，我不敢进懂啊，我就算今天讲一天也没关系啊，必须把这块搞明白了，因为咱们前面都很顺畅，如果要在这儿卡住了，那你整个流程走通了，就数据找不着，那是很严重的一个事儿，是不是？你必须得把数据存哪了，怎么取出来，搞得非常清楚，是不是？那我的要求就很简单，取 context 就 map 中的元素使井号，取 value stack 的元素不取井号，对不对？那好了，接下来你就知道它在哪就行了，使了井号就是 p value， 就是 get key 找 value， 是不是？不使井号就从站顶往下搂，是不是？找到了就不找，对不对？那接下来要看的就是怎么存的了。push 是不是永远都是零啊？是不是？这相当于什么呀？这不就相当于一个 list add 吗？ add 什么？ add 零啊，一个 object 呀，对不对？是不是？这 push 不就干这件事吗？好了，你这还又执行了一句话，是不是就把这个零取出来，然后把它的 name 给替换了啊？然后这相当于什么呀？这不又相当于 list 吗？ list 什么呀？ list 零啊，零什么呀？一个 map 呀，对不对？然后你这是不是又来 list 呀？还是同一个，是不是又是零啊？又是一个 object 呀，对不对？好了，那你是不是所有的都带零啊？那你后边这个带零的，是不是就把前面这个顶下去了？那这个是不是肯定是一上来先把它给顶下去啊？所以最终的结果是不是就变成零一？当然了，这个不会这么加，是不是就变成零一二了顺序？能明白了吗？能不能明白？转过来了没有啊，各位？都转过来了吗？说有问题就说。啊，一点内幕。什么第一个元素啊？取第一个内幕的下标啊？
你看吧，这里边有几个内幕，一个内幕，两个内幕，这是零，这是一，是不是？你告诉我 Mac 里边这里边有个内幕属性吗？有吗？没有，你怎么让它这个一能给你指到这个 Mac 里边去呢？你这 Mac 里边是存了有一个 student 的，但你这 Mac 是怎么存的呀，各位？来啊，我就必须得整明白了啊，这块咱耗点时间就耗点时间了。第一个是不是个 student 的对象啊？student 对象里边是不是有一个 name， 假如说等于 a， 然后 age 等于13，行吧？然后第二个是一个 map， 是不是？ map 里边是 key 等于 s1， 是不是？ value 等于一个 student 对象，对不对？第三个又一个 student， 对不对？然后 name 呢等于咱们叫 c 嘛， age 等于什么21，行不行？好了，你这个一是不是1.name 呀？你这时候找下标为一的内容啊，那你告诉我这个下标为几？这个下标为几？这是几？这是几？你这个里边你给我找那个内容在哪儿都给写出来了，他是不是还在他这里边呢？是不是他的内幕？然后假如说等于 b， 然后什么 age 等于21，什么23，是不是？那你这个是不是找 name 属性啊？你这个里边你能找到这 name 吗？你这里边是不是得先 s1， 你得先找到它的 value student 呀？这里边是不是你一 s1 得到的是这个 student 的对象啊？然后你的 student 点 name， 这不才是对象图吗？不是 obj 点 obj 点 obj 吗？这不才是对象图吗？是不是啊，你这直接你就给我导进去了，你中间不经过这个，你直接一个一好了，我这一就代表又 S1 又 student 呢，我直接给你导到内幕里面了，你这导弹呀，是不是？你这一是不是就找内幕？找内幕是不是就找这个？那你取第一个是取哪个？取这个是不是？啊。你这个里边你是一个 student， 你 student 里边才有 name 呢，对不对啊？很简单，你看就看哪儿啊，你是不是取 name 就取这 property 啊？你看这 map 里边这 property 有 name 吗？有 name 没有？没有，你怎么能让我给你取出来呢？你是不是得先把 student 给我取出来，我才能给你取 name 呢，是不是啊？转过来了没有，各位？行不行？好了啊。哎呀。